都没有通报，已经遭到重罚。跟孩子回家的时候要记得都要先洗手、洗脸、换衣服。到公共场所看见家长就宣导，因应暑假，高雄卫生局还特制肠病毒防疫包。这里面有纱布巾，要给小朋友擦，手脚的，然后还有肠病毒的贴纸，就多一个可以参考的资料。比如说，他这里就有比较明显的指出来说，他什么情况之下去送医院。杜绝肠病毒找上身，防疫包预计发放5000多个，但现在高雄又传出群聚感染案例。一名2岁大的男童，7月26号发病，在8月2号出现抽搐，病情转重，最后被检验是肠病毒71型重症。卫生局事后发现，在同一所幼儿园，还有4名同学也得到肠病毒，连男童的表哥表姐也在其中，校方竟然都没通报。已经发现说他有5例的个案没有通报，因此我们依据传染防治法第37条，处以新台币3000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。由于肠病毒71型重症，致死率高，还好4名同学都是轻症状况。不过一个班级只要出现2名个案就要停课，卫生局也呼吁幼儿园得落实通报停课机制，让疫情不再蔓延。大家请接听王昭忠。